净思清净大，自在人间乐。咱伫阿弥的道场伫咧修行，必定爱时时心思爱真正的宁静，甚至时时自我反省啊！每一天，咱的生活中太热闹。接物啊，在时间空间的内底，咱有什么款束缚无？咱有什么款心的无明也无？这拢总是爱时时呢，静思的功夫啊，啊，将来自省啊，不管时阵。咱都拢总爱反省，咱伫一天的时间中，咱伫咱周围的空间里，咱伫人甲人的中间互相接触的，咱有懈怠也无，咱有清净也无，咱的内心拢爱做功课啊，那就是。静思清净道啊，咱的内心学佛就是爱静静，咱的心行爱立正，那就是自在人间乐。因为佛陀所教育咱的，咱爱自利利人，自利就是啊。咱家己爱真用功去体会着佛所教育伊的心灵境界啊，这是咱用功所要去体会着佛心机心。咱定下伫咧念佛啦，念佛啦，啊佛心灵的境界是啥物？你若无清净道啦，去入佛。心灵的境界，安尼，咱学佛还阁有啥物路用呢？其实佛心灵的境界，我一直甲大家人提醒啊，安尼讲，佛陀来到人间啊，伊呢修行觉悟第一句话啊，奇哉啊，奇哉啊，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性。所以讲起来，世间所有觉悟的法啊，敢是本来咱就是本具呢？咱已经呢有甲佛同等觉悟的心性伫咧。所以咱学佛就是要爱去体悟佛的心性，回归啊，咱原来本具啊清净。地性，所以这就是咱达刚达刚伫咧勤行啊，那发往内心，爱赶紧来修持。但是教法入心啦、啊，咱是不是呢？爱用法的人群呢？因为人生多苦难啊，这是佛陀呢。来娑婆世界的目的，因为娑婆世界啊，就是叫做堪忍世界。你一定爱堪得忍耐，才会当待伫这种的世间呢。因为世间啊，真多的苦，有钱的人啊，就是伫有钱的苦，得了后啦。就是有实的苦嘛，所以叫做凡实。有的人凡实啦，拥有了一切，但是呢，已经烦恼去予伊失去，甚至呢，唔只是烦恼去予失去，搁烦恼讲哦，未当通我搁得较侪，得较侪，这叫做烦。烦得烦失啊，
无的人一定呢想要去争取到有，那这嘛是叫做反的啦，这是心理病态。所以呢，贪嗔痴慢疑五种心灵的毛病啊，定定呢在众生的心中发作，那安尼就会做真多的业吧，苦难难当啊。所以咱一定爱用佛的教法啦，咱爱走入人群去。所以咱都爱开启呢，自在一宗门。那咱的修行方法就是要入世。那所以呢，自在一主导下，建设了人间的幸福，人跟人的中间啊，幸福。和睦相处啊，互相相爱，迄种大爱无私，这就是主啦。B 呢，就是不苦啊。那不苦呢，就是叫做制度。众生有真侪亏欠，有钱的人伊嘛还阁欠嘛，所以咱都要去教父。好，有钱的人知影讲，你已经真有咯。看世间偌尼正侪苦难人啊，你付出一点点嘛、啊，你会当帮助真侪人。哦，你有能力啊，是比受更搁较快乐。你要安怎会当真快乐啊？你爱布施，你有能力哦。你的能力呢？的功夫不是用在赚钱，应该呢要用在救人。功夫干那用在赚钱啦？这只不过呢是人间的功夫而已啊！这呢可以会当知影，原来我是真富有啊！做人就是快乐，这叫做这佛菩萨呢。是众生如一主啊！看起来，天下众生拢亲像家己的囝共款啊，无有无爱的人，真呢就是开启咱的心啊，用同体大悲啊，虽然人相我同，人苦我悲，这就是叫做这。伊亏欠的，咱会当去解弥补伊，去帮助伊呀。这叫做助济人间咯。世间的代志，一个人做未起啦。但是呢，未用的欠一个人，所以定那个大家人讲哦，歹的代志未用的加你一个哦，好的代志未用的减你一个哦，这都是。要甲咱讲，世间啊，人人呢，伫社会兴风作浪，加一个呢，都是加一分的乱象。社会有动乱的时，未用的加一个人，但是社会有苦难啊，有好的代志，未用的减你一个人啊。咱人人哪有安尼想？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祥和呢？所以啊，这就是咱主者要入人群啊，去引导众生下恶从善呐。那下恶从善，咱都爱布施。咱所布施的呢，就是清净下贪污。有哦，所思清净啊，下贪无欲。那咱唔通阁有贪念嘛啦？这种烦恼烦心呢，真辛苦哦。贪嗔痴慢疑，覆盖了咱清净的本性。所以咱若要去体会佛的心灵境界，那唯有呢？就要下贪无欲，
搁再呢，心意正洁而无过位，那你心意呢？哎，定定真正的正洁啦。佛经内底有一段阿弥的故事，有一个乡里啊，叫做亿万里，佛名起作亿万呢，意思就是讲，住伫这个乡里的人，完全都是足好个，拢是上亿以上的财富啊。这中间啊，伫普通的乡人。迄、那个区域呢，有一位，他感觉到讲啊，我足希望亿万里，迄、那个所在人所住呢，有遮呢真好呀，才有钱。我虽然经商啦，生意嘛真稳定啊，生活无问题。不过呢，我若会当去住入去迄个所在，表示呢。我的财产有遐多，所以伊就立一个心愿，一定呢要打拼到会当入迄个乡里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伊就真认真打拼做生意。不过呢，伊就食俭、穿俭、用俭，伫衣食住行啊，完全呢缩起来。等于家庭的人啊，到家迄种的生活呢，甲一般平民的生活差无偌济，只是为着呢，要直直累积累积个伊的财产呢，会当亿万啊。所以，直直打拼几十年后啦，总是呢，人对着岁月过嘛，年龄大啦，老啦。病啦，最终死了。那伫要临终的以前啊，就甲伊个某囝安尼讲：我即马干那最遗憾啦，我的财产已经差不多，干那差一点点嘛，都上亿啦。这个差一点嘛，都爱。我甲囝来完成伊的心愿，哪怕呢，我已经往生啦，搬入去迄个亿万里的区域，恁一定爱替我完成。安尼讲了，都往生去啦。其实，这个囡仔平常时看到伊老爸呢，对家己的生活这么才刻薄啊，伊才感觉到讲吼。老爸真可怜啦、啊，虽然钱赚到遐尼多啦，但是呢，伊甲平民啦，阮的生活有虾米差呢？看到佛啊，伫咧讲经啊，迄、那个王舍城内底有偌尼多人啊，听佛讲经啊，心开意。